乡亲啊，迎接着新年，欢迎北港的调灯宫清洗大灯。啊，大灯的迄个灯是清洗的重点，因为灯的内底壁拢会打信徒向妈祖祈求解运的红纸，这是一种俗称是抗运的科技。每一年清洗大灯的时阵，庙方拢会把这个红纸甲清掉，代表新年的到来。为了迎接新年，北港朝天宫每年拢会宝贝清洗妈祖过年的时间表，所有的法器、神道、妈祖的神尊拢需要用心整理。每年拢是这个农历十二月初一吼，会宝贝清洗圣庙，就是咱是这个农历十二月二十上神进前大灯要清洗的日子。大灯的灯嘛有真侪想要解运的信徒，甲资料打伫内底。庙方嘛伫过年进前，甲纸清掉，代表解运嘛，代表迎接新年。咱信徒伊这个年度运度无好，伊来清洗圣庙。圣庙同意将伊的名姓氏字个字迹，一张红纸个抄起来，搭喺钱个内底。今年开关庙门的时间嘛已经定出啊，民众若想要知影，搁较侪资讯，买单来调停宫查询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